谈爹老外回国后的日常 Top 8。我们现在来啊 ！Top 七，阿山你哪个同干啥？阿山不在蒙古，是对我们三人的不尊重。蒙古不能乱宰，走读。这话没错，宰你认识的不就行了吗？跟我来，这儿看，这不是我们来的闹钟吗？你用对的。来来，哇，这。好了，这么多鸟山快跑了，错过了多少好母。Top 六，装坏了，哎，你蝙蝠做皮子啊，大哥，怎么办？你的卡赞助刷眼了，等着。吃饭了，这是什么？馅饼，中国披萨的老王重口啊。你有决定经常吃披萨的姥姥吗？靠谱。哎，蒜香小龙虾。什么神奇生物？龙虾宝宝，你这它就只能长这么大，你也没给人长大的机会呀、啊！看人爸妈晚上不来找你们。我又不是牛，酱油不是油，小龙虾不是龙虾，那不怕了。Top 四。关于维克斯的情况可以问不全的。你蒙的，中国式的猪蹄子。由于韩国只卖切片的猪蹄，所以我们只能买一大猪蹄子回家。好的，不要。全东西就怪你啊！不管你们根本不能买西餐。等等，你吃就完事了啊！哇，中国式猪蹄。家人们上菜了。好，我不客气了。那个长沙的哪个？回答吧，我这个世界上都有这么多的大学老师干过的。产品在中国是猪蹄种。哎呀，我不给。我不说嘛，猪蹄一点都不吃。猪肠菜，台湾包嘛。老师倒说不上话，但是他蒙我一次。Nice. Top 三，中国美食煎饼果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过来找一找看一看。中国美食，我天天在家走啊，今天出个摊赚点零花钱。哪里会加什么？今天不行啊，你看我这忙着呢。不要紧，今天你们也吃一个这个吧。好吧，来，一人一个。一个毛是毛，两个一百七十。说啥呢？你爸妈拿个折，一百五就行。大哥，你不是说心胸比命算账吗？你这死原来不用找了。好香。Top 二，去买冰激凌。买什么？还得排队，我都带了。来，自己做的绿豆雪糕。还有绿豆的雪糕，红豆的、糯米的多了去了。还挺好。不错，绿豆雪糕来吃过吧？这次做个包子儿了。Later. Top